女神曾婉婷日前出席活动时，透露自己看见大 S 与汪小菲的离婚新闻，犹如八点档真实上演，自己也在当吃瓜群众。而被问及是否会因此不敢结婚，曾婉婷坦言，每当看到美好的爱情，就会对婚姻有憧憬。不过当得知有朋友不幸福，又会心想还是不要结婚比较好。接着笑说：“我把戏演好就好了，现实生活可以不用那么戏剧化，还是喜欢平淡的过日子。”然而对于嫁入豪门梦，曾婉婷则直言：“我很清楚，我不是那块料，捧不起这碗饭。我先把自己的基底打好，至少不用担心经济状况，还有能力把家人都照顾好，我可以自己撑好门。”不过目前仍是单身的她，透露自己身边都没有追求者，跟大摊朋友都觉得我有人追，所以不敢介绍给我。如果有不错的对象，我当然还想找回青春的感觉啊。Thank you.